选美大赛，你还要继续参加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想参加选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你知道吗？选出来冠军会成为汪伪政府的傀儡，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就是想出名，想挣钱，这很合理啊。你知道你这样的话是骗不了我。 我一个住在亭子间的穷人，就是想靠比赛一步登天，这需要骗你吗？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。韩芷，我不需要，也帮不了。 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复杂吗？你能听我一句话吗？好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小姐。哦，忘了介绍了。来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，杨二宝，认识一下吧。 杨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幸会。你好。没事的话，我们先回去了，走。王先生，等一下。 杨先生有事儿吗？可算是追上你了。怎么了，高先生？我和吕小姐只是邻居，刚才骗了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谢谢你照顾她。高先生，能问一下，你和吕小姐是什么关系吗？ 我和李小姐是老朋友，我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，请您一定要照顾好她。我会的，谢谢。 怎么了？怎么无精打采的？昨天还说要帮我选衣服呢。美凤，你说我硬拉你参加比赛，是不是让你很不舒服啊？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场合，我觉得其实……好啦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而且我也想改变我自己啊。书上不都说了吗？自信的女人啊，才是最有魅力的。我想。 高晨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大概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自信，又没有女人味儿，更无趣吧。不是的，谁说的？所以啊，我想借这次比赛呢，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优秀，这样才能配得上高晨啊。哎，我们也说好了的，你可要陪我一起参加。美风，你放心。 只要有我爸爸在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参加的。哎呀，林小姐、李小姐，你们可算来了，我的恭候多时了。给你添麻烦了。哪有的事儿啊？虽然说是费了一些心力，但能为二位小姐服务，那实属是王某的荣幸。啊，对，这个是二位的号码牌，一定要拿好，别丢了啊，以后进出就靠这个牌子了。 二位今天来到特别是时候，里面正好在比赛。关于二位的事儿，我已经打通好了，你们直接进下一次比赛。这样合适吗？
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要依我看，以二位的容貌和气质，那根本都不用比了，直接冠军、亚军。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啊。嗯。这个是更衣室，啊，上面有化妆间和休息厅，咱们上去看看。好，那谢谢你了。客气，走。走。小心。嗯。林小姐，这边请。嗯，慢点啊。韩寿民一直不知道如何告诉吕寒之自己已经加入汪伪的事实。如果吕寒之成为汪伪政府代言人，在他看来，这或许是和吕寒之在一起的契机。林小姐，你们再随便逛逛，我那有点事儿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哎，辛苦了。麻烦了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我可以为你拍几张照片吗？你是说我吗？啊，对，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。哎，好啊，韩之，那我先去拍个照片。好啊。嗯。那咱们这边请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到处都是七十六号的人。我现在是记者，来看看这有什么新闻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很安全。你呢？也来参加比赛？嗯。能给我你现在地址吗？这样不好吧？就当给我自己留条后路，万一我有什么遇难了，过去找你。嗯。我先走了。是记者吗？对，韩之，我现在开始喜欢这个比赛了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你喜欢就好。嗯。三金啊。你好，请问这是吕寒之小姐家吗？哦。囡囡，囡囡，请问。你们是哪里的？我们是闵行成衣店，李小姐订的礼服，我们来给量量尺寸。你们弄错了吧？我们从来没有订过礼服啊。没有错，就是这个地址啊。老先生，是谁在您那儿订的礼服啊？一位姓韩的先生。这我西撒，这枪该怎么带进去呢？
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例行公事，您里面请。走。哎，吕小姐要检查一下。她是我的好朋友。林小姐，您别为难我们，我们也是例行公事。哎，算了。今天可是林小姐的首秀，你这么姗姗来迟，就不怕林小姐责怪吗？我还不知道她怎么想的，想来凑个热闹。嗨，女孩子嘛。你是91号。哦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头发也很不错哎，你看我好像就是有点黄了。衣服也很不错，哎，我觉得我的衣服有点素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还行，有点肥。这边如果说再瘦一点就好。来，91号，谁是91号？我是。啊，那个音乐响起，你准备出场了啊。好。全是你的漂亮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91号吕寒芝小姐闪亮登场。吕小姐这一身白色的旗袍真的是婀娜多姿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吕小姐。难道我猜错了？她来这里真的只是为了参加比赛吗？是韩队长，我现在是李记者。我发现了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我们已经查到了，昨天那个女人晚上确实离开过宾馆。给我盯着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高副处长，林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好，知道了。主任，哟，那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不是去看那个选美比赛了？王队长在那盯着，我就不凑热闹。我回来正好把资料整理了一下。你找人啊，把这些参加比赛小姐的资料整理一下。南京方面有？所有人吗？嗯，前8名吧。最后的决赛要放到南京，到时候啊，你们也要跑一趟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参加选美比赛，根本不是吕寒芝的作风。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高晨愈发担心起来。进入32强的选手有：张广美、李群芳、林美凤、吕寒芝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各位，哎呀，终于进了。对了，我要给他再去买点小菜，晚上等我们家妞妞回来，我要给他夹菜，好好庆祝庆祝啊。哎呀，寒芝好棒。站住。
我进去一下。比赛结束后只许出不准进。我东西还在里面呢，我就进去一下马上出来。说了不行。韩之，等等我。哎，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庆祝啊？今天晚上不行，晚上我跟妈妈说好了要回家吃饭，明天吧。那好吧，明天不见不散啊。我的手包落在里边了，等等我，手包落在里面了，快去吧。或许只能从美凤那里想办法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自从你辞了钢琴老师的工作开始，妈就觉得你有些不太对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会把枪藏在家里。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想的那个样子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这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？你怎么敢碰这个东西啊？你爸爸不在了，吕家就是我们俩的。你要是再出点什么事，妈一个人该怎么过？妈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我有多害怕。我一刻不见你回来，我就担心，我怕你出什么事。你跟妈说实话，你要这个东西到底要做什么？好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是上次遇到那个小混混，我就想着我一定要找一把枪，我找枪来是要保护自己，保护我们，不是你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都怪妈没有本事，还要你来保护我。可是，那这把枪，妈就替你藏起来、收起来了啊。我们用不到的啊，我们不用。妈，对不起，替爸爸报了仇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哎，星星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来取我订的衣服。好嘞，您稍等，我舅舅让人给您取来。先生，这件衣服是我们大师傅亲自设计剪裁的，绝对是他老人家心血之作，走遍大上海，绝对找不出第二件来。好，包起来了。哎，行，谢谢。来来来，赶紧包起来，赶紧包起来，快！您稍等啊。好，看看怎么样？我觉得样式不错，但是好像腰身肥了一点啊。是啊，腰身好像是肥了一些。那怎么办呀？明天穿什么呢？那还不简单，我帮你改改。真的？韩之，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兰芝，来，看看满不满意。兰芝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进去以后再看看吧。好吧，那走吧。你先进去吧，我还要接受检查呢。嗯，那我等你一起。没关系，你先去吧。但是一定要记得，我进去之后才能试穿。放心吧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韩芝，你的比赛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件礼服是送给你的，谢谢你。我要着急进去准备了。加油。走了。兰芝，哎，这袋子里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一个朋友送的礼服。礼服，好漂亮呀！兰芝，你的这件可把我的那件比下去了，漂亮多了。谁这么有心送你的？一个老先生，我教他女儿弹钢琴。哦，哎，美凤，嗯，你看看我新给你改的旗袍合不合适？好。大小刚刚好。那就好。谢谢你，韩芝。前台再叫了，90号选手上台展示才艺，63号选手、78号选手在这儿等。我要去化妆了，加油，不要紧张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嗯。
雷锋去后台了。你知道我是来找你的。如果你是想劝我放弃比赛，就不用再说了。我的确是来劝你放弃比赛的，听我一句话，别去。高先生，我还指望靠比赛出人头地，赚更多的钱，过更好的生活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。把林小姐给我叫来。是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让我出去！你告诉我，你来参加比赛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91号选手，请准备。91号选手，请准备。你说话呀！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出名，我想挣钱，可以吗？我答应过你爸爸。要保护你的安全，不能让你出事。我不需要你保护。你要是真的关心我，就找出杀害我爸爸的凶手，不要让他逍遥法外。你怎么知道凶手现在在逍遥法外呢？韩芝，韩芝，你没事吧？韩芝，我没事儿，我马上就出去了。哦。你放心。你父亲的仇一定会报，我只是在等待最适合的时机。时机？时机？我只信我自己去争取。上课。哎，高晨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啊，吕小姐的琵琶坏了，我来帮她看看。琴能修好吗？修不好了，零件坏，得送回琴行。吕小姐恐怕不能参加比赛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已经在催你了。没关系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快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91号吕寒芝小姐为我们带来琵琶独奏。临时改成小提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只是你临时改成了小提琴，要不要换一下出场的顺序？也给你点时间准备。不用了，现在就可以。沉思曲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吕寒芝小姐为我们带来小提琴独奏《沉思》，有请。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吕小姐给我们带来的优美的独奏。
副处长，死了！我叫你听不见。是，把情报主高晨的资料给我拿过来，过往的资料也要，越详细越好。这让我不太好吧？要是有领主人知道了，这可就麻烦了。我让你去就去，出了事老子担子滚！是。 庆祝我们顺利晋级，干杯！哎，美凤，明天就是16强的比赛了，你爸爸应该会去看比赛吧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个女儿参加，她当然要来加油。那就好。啊，你爸爸来看你比赛，你就不用紧张了。 好好比赛，马上回来，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小菜啊！妈，晚上要是不回来，你别等我。你不回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 小心点。副市长，主任，里边请。哎，林主任，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嘛？嗯，应该的，职责所在，市长请。
我们一直都没有出来。其实刘浩的人已经盯上他们了，咱们要不要冲进去抓人？现在外面哨着，别轻举妄动。是。 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回首月明中。